你老公很有米，很能挣，给你钱，给你钱，你不能自己挣有什么又啥劲吗？对不对啊？你适应要钱的话，你看他脸色不看，他心情好的时候他给你，心情不好的时候给你的时候他掉脸，你接那钱的时候心里舒服吧？你也是不舒服的呀。你觉得家庭主妇好当吗？亲们，咱们我是家庭主妇，当了9年了哈，亲们，我是深有体会的哈。咱们直播间亲有没有家庭主妇？扣我一。你觉得你给老公要生活费那个时间，他是开心的给你，你觉得挺幸福的。他稍微掉点脸，心不开心的话，你借那钱开心不开心？啊？咱有多少家庭主妇呀？也要看他心情啊，当然了呀，对不对啊？人家把钱都给你了，他耍点脸色看你咋了？你还不瘦啊？哎呀，所以说我当个9年家庭主妇，我觉得家庭主妇哈，真不是好干的哈。你看你天啥活不干，你觉得很轻松。你还不能这玩意儿，你还不能辞职，你得24小时待命。特别有个孩子以后，对不对啊？哎呀，开心的时候给钱给你的时候开心的，对不对？不开心的时候耍脸的时候，你借那钱的时候去呢，你就觉得哈都很自卑。00后过完结婚是吧？家主都没有价值了，是不是？所以说哈，我觉得自己挣钱，想怎么花怎么花，想怎么买怎么买，想给谁买给谁买，谁对好给谁买，自由。这种感觉你们是体会不了了，亲们，真的。因为我是玩这个网络哈，最近这2年玩了，啊，这个刚开始玩哈，所以说当我自己能挣点的话哈，真的。你让我去年今年回中国，回家一个月吧，我买黄金买10个 W。我想给谁买给谁买，但大家看见大家说，哎呀，你看你给谁都买哈，我愿意啊，我说这钱给我了，对不对啊？我想给谁买给谁买，大家从来不管我。你要是在国内，你要是有孩子，你要是有老公的话哈，他看见的话哈，你要他要管你的话，你看你给你爸买，对不对啊？你给你表弟买，给你表妹买，你给你姐买，你给你家姑娘都买，你拿着我的钱全买，他心里开心吗？姐们，但是我现在没有花你的钱呀，我自己挣的呀。我想给谁买给谁买呀，我哪怕自己不存，我就愿意让我家身边人开心呢，我开心把钱花出去，我高兴啊，对不对啊？所以说今年回家我花10个 W， 没人说我这种感觉真的特别舒服，这不好，因为没人说你，没人爽你，啊，你拿着钱就想怎么买怎么买，那种感觉哈，特别有成就感，啊，特别有成就感，所以说现在我喜欢一个人挣钱的感觉，啊，没啥事我都开直播唠一唠。聊聊天，自己挣点儿，啊，挣点钱回中国，挣点钱回中国消费。我一个能花多少啊？我不知道啊，我这人花点矿吧。我今年回家3回，春节回家了，5月份回家了，8月份回国了，1年回家3回，最少一次花个3到5 W 吧，最少得3 W， 因为光路费一来一回都1万吧，俺娘俩1万多，啊，但是我的路费回家大王拿的，我回中国生活费照给的。知道吧？你再回国卖点货，啊，反正也不赔钱，就唠了一开心。我来润12年了，你也是一个月，对我每个月1号差一样。我是每个月每个月1号哈，准时给生活费钱哈，和你一样的哈。我是每个月1号给哈。日本也推种植牙啥意思？我不知道，牙。有永住啊，永住早就拿手了，所以现在，但是我不是因为永住和咱在一块儿的，人家有人为了拿永住，故意找个老头结婚的，咱又没有，对不对？俺俩就是认识自谈的，也不骗人家，对不对啊？是经人介绍的，俺俩是自谈的，当然是心甘情愿，他自己追我的，也没强迫他。我一个月2个 W。中国的有2个大不的话，我一个月2万，阿姐们，2万40万日元，除吃喝，哎，能落一半吧？因为现在挣的挺多的吧，现在还挺好的吧？以前说实话落不多，现在因为那个孩子学费也不给我拿，大郎拿，小当上学一个月12万块钱，大郎拿。哎呦，4点了，然后那个家里的房贷呀，那个物业啊，也不给我拿，两个车的保险呢，两个车的所有费用啊，两个车停车库的东西啊，不给我拿，还有我的那个什么，我的那个啊，那保险也不给我拿，一保险都好几万呢，
车开销挺大的吧，都不给我拿，全在拿，我就付吃个拉撒。人命黄金，亲们，去日本需要啥？去日本需要签证，需要护照。日本没有黄金，日本没有纯金，是18K 金。啊，对吧？日本是18K 的。我虽然带着黄金钱是在国内买的，在咱中国，在日本那个中国店买的。啊，中国不是有日本的话，全日本有2家中国店，连锁店，全球连锁嘛。周什么福哈，在那儿买的，但贵哈，一克900多一克，920一克，900一克，920一克。就那个就是贵哈，是好找吧？好找啊，你找日语好找啊，都是小时工，现钱现给，也不拖欠工资，也没有说不给你钱的呀。但你得有签证啊，这边你有签证都摆下呀。签证主要签证不好办吧，对不对？你年龄大了没人要你吧？办签证现在你办什么签证？是不是？我日语还行，能说，写不会写，你这字儿不认识。你就是口语还行吧，口语最起码会个1/3吧，因为没有学过哈。合法呀，啊，合法的签这个之合是合法的。日语难写吧，还行吧，不是太难学啊，姐们，你得学。我是不学哈，我刚来日本的时候我就想着挣钱挣米，挣完米赶快回国，都没想着在日本长时间待哈。那谁知道要认大郎了呀，改变我的想法了呀。这一在这儿一待，没有说在日本一待，一下待了，待十好几年呢。要不我挣完生活，要不然的话我早可能回国内了，亲们都。因为那时候咱来还账了嘛，来还贷款的嘛，钱花完了挣到了，对不对？那时候钱好好挣，真的，头几年来的话，日本钱好好挣了，那6点多你想汇率，轻松拿个10000多，像玩的一样，过去挣米。人家来日本来多少年的人，人家都挣好多钱了呀。人家开什么呀？人家那个开拾破烂啊，开按摩店呐，开饭店呐，都挣到米了。咱这来这边打工的哈，来亲这个护手霜买吧，拍1发2，9.9元这个活动，阿姐们，来那上实单福利哈，我秒完就下架了给他。9.9元，阿姐们，9.9元2瓶哈，合到4块多，日本的啊，也不粘稠，给他抹一下，咱们抹一下这个护手霜。在那边待的时间不长，不愿意，对，在那边待的时间长，在这儿待时间长，人都不愿意回去了。只要待个5年，几乎都回不去了。阿姐们，只要在日本待个4-5年，都不会回去了。真的特别女人，几乎这样哈。说日本不好人，他就都会想办法留在日本，除非没有签证啊，他们才回中国。你知道为啥吧，亲们？你们知道为啥的？给太多了，抹的怎么办？这护乳霜啊，亲们，你12年去过是吧？有啊，亲，你看这个，哇，好香啊！来，9.9元哈，2瓶，阿弟们，来拍到实单我下架哈。你看，保湿效果，自己看手，看这个手，看这个护手霜啊。为什么不想回来了？因为你来日本，女的一来日本的话，你皮肤自然而然会变好看，会好。二是它是日本的。东西它没有假货，食品还安全，空气好，而且它在日本的话，你不用图书，不用找关系，它福利好，养老好，教育好，所以慢慢哈，你就不想回去了。它没有狠活，没有黑科技，知道吧，亲们？你问问在日本待的人，回去的人还都会几乎后悔。这个东西得自己来过日本人，亲有感受啊，没有日本人你感受不了。地震多没办法，亲们。你看这个手没有抹的手，你看这手。哭出了，你看这手，9.9元2瓶亲啊，1瓶是80毫升，日本的，没得解喷，看到没有？小汤没有上去吗？小汤放学了亲，来拍到实单下架去哈，9.9元2瓶啊。啊，最近乱办签证，过了41了哈，醒悟的都有点晚了。41啊，41不算晚吧？我来日本34，我来日本34，你要是年轻的话，你可以留学啊。对不对啊？最好不要打工吧，打工没有啥前途，打完工3年，打完以后就要回来了，对不对啊？为什么日本都来
为什么日本都来中国养老？哎呦天哪，你能不能付现实点，姐们？啊，王什么？啊，可有了，都在日本，知道打知道，姐们，这话应说吗？老爹，为啥这么多选择都选择在日本了？真的，你要特别社恐，喜欢安，你特别社恐，喜欢安静，姐们哈，就不想人情世故，不想脱手找关系，啊，不想有狠活歌技。特别适合来日本，基本因为日本他没有干什么都要预约，打电话，你去白衣天人那儿，你去预约，小病你在普通的诊所，咱们中药诊所哈，小诊所，你普通的小病你在诊所看就可以了，但是你看。